不装了，摊牌了，其实我是奥特曼、啊、M78 星云遭遇袭击，我得回去帮他们。哎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变小了？难道是我的变身器出了问题？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来玩 Amos 小人模式。游戏开始，系统将会随机选中一个船员为缩小人，其他船员的职责就是保护小人。在游戏中，船员不需要做任务，但如果小人被刀掉，船员保护失败，游戏直接结束，船员只能保护小人完成所有任务才能获胜。至于内鬼吗？刀掉小人或者刀掉所有船员就算获胜。哦，对了，小人模式不能报警，不能紧急集合。游戏开始了。幸运如我，这局咱们是小人，在开局不知道谁是内鬼的情况下，咱们还是先离其他人远一点。先让我看看啊，我去，这么多任务，这得做到猴年马月啊！先把管理室的刷卡任务做一下吧。嘚儿，嘚儿，嘚儿嘚儿。哎，我人呢？好家伙，直接看不到我了。走，继续做任务，快快快，大部队跟上。仓库还有个加油的任务，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内鬼，得小心点。我去，内鬼出手了。这次小黄挡刀，就是没看清内鬼是谁，趁着内鬼的刀刃 CD 还没转好，先把任务做一做。跟着的这群人里肯定有内鬼，以后得想办法甩开他们，自己去做任务。有了，快来快来，我先走喽。哇，你们别跟着了呀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这怎么又跟过来了？内鬼的刀刃 CD 已经转好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你们别跟着我了呀，我这么一个小人，内鬼不能找到的，你们跟着我不就是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，直接告诉内鬼我就在这儿了呀。等会儿啊，我先做个医疗室的任务。骗你们的，我先走喽。哎呦你妈！哎，不好，内鬼关灯了。哎，不对，是好事啊。嗯，船员看不到我，我就可以安心做任务了。嘿，谁把灯修好了？不管了，先做任务。我去，怎么又都跟过来了？快走快走，我还没确定内鬼是哪个呢，还是和他们保持点距离比较好。嘿，别追了呀，你们让我安安心心做任务吧。你们这么多人，内鬼、内鬼居然关上门了，他们都被关在外面了。嘿嘿，这下应该没人打扰我做任务了吧。这还有，再下载个数据。哎哎，怎么都来了？我怎么感觉这群人不是保护，是来捣乱的呢？快跑快跑！啊，你们是狗皮膏药吗？怎么甩都甩不掉？哎，电力室被破坏了，嘿嘿，我就躲在这儿，船员视野变小后肯定发现不了我。哎哎，这个蓝色是咋回事？怎么看到我的？电力室恢复了，快去看看有没有鸡腿。关门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深绿的就是内鬼吧，他怕别人发现鸡腿，所以把门关上了。快跑快跑，离他远一点。哦，好像甩掉了。哎，前面门怎么关了？不好，他过来了，救命啊，别刀我，别刀我。我去，他把小兰给刀了，看来是个新手内鬼，刀法不太准呢、快走快走，还有最后两个任务赶紧做完，我们就赢了。这家伙又把电视破坏了，难道他不知道没有船员捣乱我做任务更快吗？还差保安室门口的接线和电视的任务了，先在这里等。一下，我去，船员把内鬼吸引过来了，你们这是哪是保护啊，是迫害呀。内鬼大哥别追了呀，不对呀，怎么只有两个船员了，该不会都让内鬼刀完了吧。好好好，现在只能看是内鬼先刀到我，还是我先做完任务了，船员的胜负全在我手里了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来来来，船员小兄弟啊，不对，船员大兄弟，你挡住我。哈哈，这下我看你怎么刀。快走快走，做任务去，船员的牺牲可不能白白牺牲。
OK， 现在只剩下关室门口的下载任务了，完成它传言就赢了。不好，内鬼出现了，小黑你先顶住，我先走一步。先在这里躲躲。啊，快跑呀，我居然忘了内鬼可以钻管道。我去，怎么又来了，先躲到这边门口，看他从哪边过来。小黑呀，只剩下咱们两个了，你可得保护好我呀。来这边，把最后一个任务给做了。内鬼别过来，内鬼别过来，马上完成了， nice， 赢了，真是太惊险刺激了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老马斯的小人模式了。其实我玩的时候啊，感觉船员不像是在保护小人，而是给小人添乱的。那今天的狼人杀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大家还喜欢狼哥玩什么模式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